我甲爸爸拢真好，你免烦恼。啊，你的身体呢？安尼就好。也是哦，伊的情绪也无啥稳定，应该过一阵就会放下。别讲我的歹话，条哥会伫客厅讲。别求人，万别安尼啊。无啦，妍希甲我讲话，阮等下要出去，看毋才靠你。志明敲电话转来关心，问我你的状况，我也无讲你安怎，你莫误会。我拢听到，佮讲是误会。你较讲道理的好无？我若是讲道理，你就无遐多假贤惠啊。我看，咱若是像安尼相处就好啊。安尼无，阿妈、阿妈若是无爱听你，你伫个遮愈大愈艰苦，到时阵毋知影你的囡仔生出来。开门啊！蔡玉如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王延熙，你是安怎？你是特别来我干死的是吗？你伤害红姐的代志。你今仔日爱甲我交代清楚，江宏杰是为着要救哥哥，才会给我认爹，甚至伫个火灾的现场，伊要救的人嘛是伊的妈妈。你是永远伊最后选择的一个，你哪会搁顶多要替伊出头啊？宏杰去找哥哥是有原因的，伊已经甲我解释清楚啦。所以我若是甲伊讲，伊爱的人不是你哦。宏杰真爱我，我的选择袂是错误啦。你妈若是知影，你这尔紧的不满，一定想要弄点自私。无彩伊，无着性命危险，就算火灾嘛，把家己爱出来，伊一定真后悔冲入去。早知影，就让恁这对狗男女做伙小小事。王延熙，你敢落去报警啊？哎呀，要报罪你去报啦，袂你闯入民宅嘛，毋是啥物重罪啦。关键才是要抓我，是要抓伊。可是我若欠有两招，那你王元熙就无法度替老天顶讨回公道啊！那是有哦，你就唔免变遐尔侪出头，针对红姐。你给我死出去！阿妈，听袂落啊！啊，不过我话还袂讲完，你甲我讲啊，遮尔歹。其实上悲哀的人是你，因为张振浩爱你的钱，你明明知影，却假做不知，把家己搞到气死，连恁爸甲你苦扛，都无在了苦扛，伊就伤心的。应该弄病自杀的人是你爸爸，你真正是哎呀，医生，我不能看老爹，我听蔡如爹我袂讲，好了，别走了。我甚至怀疑。你的老天顶嘛是看你好嫁，唔只系要甲你结婚。要若无伊哪就遐尼好心，娶一个青梅，一个离过婚的查某。王延熙，你的目睭哦，有伊哪无伊嘞？归去卖伊就好啊！无彩医生哦，你替你开刀啦！你卖不了我甲天顶的感情，你够好笑回事嘞！你没管呐！你肯定就是叫我将我家害死的！你竟然公开来揭穿我！你不爱命，我今仔日就跟你阿妈休当起来！好姐，他要偷偷走的呀！你拜托啊，你得死啊！将好姐定个拍破啊，跟哥哥做伙啊！而且将好姐的时阵。那么就拜托，你别哭嘛，不别跟你哭，老
我要讲清叶西，我的代志，上过叶西是我家的人，你还这样子不掉？你免假啊无？我拄才刚去开动手的时阵，你竟敢要真爽对无？因为老天顶的死，嘛跟你有关系，伊无可能让你好面色看啦，所以你心肝来真怨恨伊。不管叶西的情绪安怎，我拢接受。哎，那个乌目送到恁大家无滴的呢？你连要这假贤惠是要相看？你俩准讲你发圣光，王爷先就会同情你哦。卖讲啊，少的啊，只是吃逍遥啊，伊要吃你这套啦。王爷先，我也是跟你提醒，你这个东西啊上老假，假做台湾好媳妇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伊所有姊妹啊。继续跟这个商人斗鬼斗阵，你还较细腻，你别阁洗脑啊！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如你嫁入来林家，我就无花你这趟过。即摆这个小查某嫁入来，算是你的幸事报啦！你想要从啥？你，不管讲伊是真还是假，对我来讲拢无重要，因为我甲你无交，我唔想受到林家的诡计，所以你卖浪费时间跟我讲这些废话。你敢有将伊踢出去？那是因为你假咯！看你选的查甫人，我就知。哈！那恁你著继续跟吴佳媛这个阴天的搞相加，和林家永远袂变招。唔系你今日出主意啊？那是想要搞，我看想要搞的人是你啦。你这小查某，竟然敢好搞！我就要笑给你看。你老出去，怕爸怕妈妈，待你到哪为止？这小查某敢敢老火，今麦往我报警，我要报到全台湾拢知影，你林家有一个假设新妇啦，自从有迄个乌目送去警察局甲你报出来，你还记得哦？问迄个乌目送，恁林家敢下去这个面子？玉茹。我叫这小人赶快来，我要报警。韵如啊，别硬了。关心我哥爹进出国党的支持，这摆代志闹大，对大家拢无好处。你哪拢无替我设想啊？是你家己要走来共乱的，我无立场替你讲话啦。蔡韵如，原来江宏杰是安尼听你的哦。这种的讲法，咱第一届谈恋爱的查某。听到嘛知，对方无爱伊。你是伫咧假纯情，还是咧骗你家己啊？你韵如好啊啦，王医师，我是要来把韵如带走的，拜托你，卖过再刺激伊啊，好不？那恁请你紧把伊带走，我无想要再看到伊啊。江宏杰，你的身体恢复到真紧嘛？我阁会找时间，予你会当证明你对酷酷的真感情。叶西，你拄则实在无应该甲蔡玉茹动手的，安尼足危险的呢。安那无，啊我甲你动手哦。你莫袂记，你巴肚内面即摆有天顶的囡仔。我绝对袂予伊伤害到我巴肚内底的囡仔。你嘛上好莫管我的囡仔事，啊若无，我会予你连囡仔拢生袂出来。等下，安怎？天顶离开我有责任，你对我的任何情绪我拢接受，啊，毋过请你莫摕我的囡仔来威胁我。你家己嘛是要做妈妈的人，你讲这种话实在足不应该。你即摆是伫咧警告我？我是希望你较冷静。威胁囡仔的代志，任何一个做妈妈的拢无法度容忍。相信你嘛是同款。爷，你都离我较远的，莫阁刺激我。啊，若无这个小的，会做出什么代志影响到恁母阿囝，我嘛唔知道。